最期待嗰日啦，就係、是、出海釣魚。今日真係好好天，可能而家夏天唔落雨嘅話都係藍天白雲。而家吹南風啊，都幾舒服。唔知有咩魚獲咧？今日去試一下一啲新位，咩都試一下先。Hello。你帶我個老虎咯。好啊，開房啦。綁一個10 gram 圓，我試下呢個重量得唔得先？好似都有啲流，但係又未係好勁。10 gram 得嘅。10至13都可以。好，今日是鱿鱼期前腌定的虾仁。佢用10 gram 圆，我用20 gram 圆。大啊！诶，一条鱼大石九公。石九公啊！嘿，今日第二条鱼。第三條魚，食用魚沙鑽。太流嘅時候就咁樣嘅咧，拉醬。有啊，係啊。而家換咗15 gram 圓啦。15 gram 又10 gram。繼續高級魚啊！哇！耶，烏絲！我哋成日叫烏絲仔，其實佢已經大個仔啦。因為烏絲係一種體型細小嘅石斑魚，最大都係去到26 cm， 一般8至12 cm 已經係成年魚啦。在日本一个钓鱼纪录网站，我们见到它在排行榜第一位最大条就是24 cm， 基本上20 cm 其实都已经是算大的了。而根据海洋物种濒危级别显示，它是属于无危等级的。另外比较有趣的就是它的英文名，它叫 Chocolate Hind， 即是朱古力斑，不怪得知它好像朱古力一样这么好吃啦。九公好耐冇钓到啦，嘿、hey, ，今晚食石狗。系、hey. 啊，哇！石狗公都食到呀！喂，头妹喎、啊，细条啲咯，因为沙粒。摆火翻嚟先，拜，好靓女，拜。睇呢只其实好大，今日仲未有一下似样嘅鱼身啊！虽然有石狗公钓都好，哇！竟然都有佢哋啊！我入我入，呢条系扯旗嘅喎，系啦，有条旗嘅，拜。咁到嚟到呢度都有啊，我哋转位啊。Good.
其實陣風一路 keep 住係24啊、28啊咁，但係啲陣風都唔係陣風，長期都有，長期個海都係白頭浪。中場休息2點啦，佢就努力中。其实每次钓鱼都有一次惊喜啊！谂住今日睇下有冇鲫鱼搵到，点知就系清一色成九公，仲有斑食。谂住今日系跟鱼日，点知最后有真鲷偷袭成功，遇到大物，实在大满足嘅一日啊！下星期有继续咯，拜拜。